原来这么无势力，我家己受伤，我受伤个面骨根本就无够，万一有人发现，是要安怎？医生，我伤势应该无严重，免动手术了。麦叮当，你这边大腿的空缺足严重的，需要动手术。秘书长，替病人做主的。医生，真正安排。很多路线掉不掉啊啦？不管有啥办法，应该救伊，我拜托你啦！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。阿哥的安尼拢是我害的，拢是因为我无够信任伊。你这边大腿的空缺足严重的，需要动手术。秘书长，替病人做主的。医生，真正安排。